郑博士问，每个月由于流月九宫飞星的变化，加上人的命理变化，十二属相的财运事业也会随之变化，那么公历七月份哪几个属相正财运大旺呢？且听郑博士说，属猴本月财运飙升，尤其是正财特别突出，不过偏财运一般。郑博士提醒要戴眼识人，注意高处不胜寒，具体上旬和中旬事业方面有贵人助你一臂之力，商务活动机会增多，而且对你有利的局面到处呈现。下旬事业运方面还是有提升，不过要注意会有小人闪现，尤其是八十的朋友更要谨慎，如果不小心会有突发事情发生。郑博士提醒你一定要钱财入库，下旬不做重要投资，戴眼识人。属兔财运也是上升趋势，七月份整个月你都能收获多多，当然偏财运特一般。郑博士提醒你不要尝试股票、基金、彩票之类，否则可能会导致正财运也下降。本月如果遇到陌生的客户要小心，尤其是你不熟悉的行业的所谓客户更应少接触。记住郑博士的话，能让别人去做的事情可以派别人去做，切勿自己亲自出马，不要太热心，否则好人难做，自讨苦吃。当然熟悉的客户朋友当然需要你亲力亲为，郑博士提醒你也要谨慎小人捣鬼。属虎财运本月虽然飙升不多，但也是上升趋势，本月你会发现自己事半功倍，正财运比较轻松就发挥出来。不过郑博士提醒你，本月正财虽然不错，但是偏财运只有在中旬时期才有些高涨，其他时期都非常一般。郑博士提醒你要看准时机，不能人云亦云，要谨慎投资，尤其是自己不熟悉的行业，千万不能一时冲动去做你从没接触过的事情。记住郑博士的话，条理是硬道理，风水就在我们身边哦。属马跟上述属相相比，属马的朋友正财指数会低一些，但是跟你自己六月份相比，财运是上升趋势，因此还是能满意的。虽然过去财运事业不是太理想，但是本月却能一法常态，财运收获，因为有贵人助你一臂之力。郑博士提醒你偏财运不要尝试，因为本月你的偏财运很一般。另外郑博士提醒你，如果情缘桃花不理想，或者有婚外情，甚至夫妻闹离婚，那么很可能导致破财漏财，因此要谨慎淡定对待一切，情缘桃花问题等待下月再说。